后滑步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后滑步的训练，向后滑动的过程中要抬起后脚，抬起后脚时大约离地5至6厘米，前腿弯曲，用小腿的力量向身后滑动，能感觉到前腿明显的在地上滑动，后腿能蹬出。后滑步的过程要保持一个位移的实战式动作，在向后滑行的过程中，我们要滑出当前实战式脚下的距离。错误动作一，运动员在进行后滑步时，前脚击打到后脚时，后脚才向后进行实战式的滑动，这样的动作是错误的。错误动作二，运动员在做后滑步时，双脚离开地面过高，身体整个向后跳动，这样的动作是错误的。后滑步反击也叫侧步后腿横踢，它是一种反击的非常好的腿法。在做后滑步反击的过程中，首先我们要做到的是两个必要条件，一是后滑步，二是横踢腿。当后滑步站稳之后，重心由后脚偏移向前脚，在空中做出横踢腿。当后滑步后脚点地的过程中，脚尖蹬地，迅速起腿，提膝转脚进行横踢腿。在后滑提膝的过程中，我们双人辅助训练选取两名运动员。做的过程中，首先我们要保持后滑步，后滑步站稳之后，迅速将膝盖提起，提膝转脚定住，在空中用肌肉找记忆的感觉。此时辅助同学伸出双手，立刻接住该名练习同学的大腿和小腿，使他达到一个正确的状态。后滑反击绳踢训练，前脚站在两条黑线中，后滑步时两脚完全跃出黑线，后滑步落地之后，后脚马上横踢腿落到两条黑线当中，当脚步完全落地之后，换式进行下一格横踢的训练。后滑反击踢踢脚把和刚才我们做的后滑反击绳踢分解动作完全一致。在踢把过程中，首先我们不要太快，看准目标，把动作做好做标准，为我们练习的最终目的。